来把银马打野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你会银马？我银马，我大师就银马上的呀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但是是上单银马。碾碎他们。这玩意儿还用会玩啊？ 放马过去吧。唉，想一想这把怎么抓啊？瞅一眼，中单辛德拉，我们家大头抓不了。上路那鱼打晚豪可以试试，下路可以试试，上下路走。 我直接清下三路，速单往下走，下路打的挺宽。下路要没打起来，我们就上去。打不起来算了，位置不好。他们在灵魂在其家的解脱。 这我去了也没机会，我们去了也打不死。哎，我就发现呐，就我一要过去呢，他们就不打；我一走了呢，就他妈开始打。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？你们玩垃圾，可费劲了，跟他们玩个游戏，真的。 技能应该是都用了，下路也用了，上路肯定也用了。出来直接吸地台，带个扫，出门。这波上下都可以，往上走吧。下路兵线是过去的，上路兵线是过来的，我们把这蛤蟆给它清了就可以杀了。 头一开，驾！
徐宗又踹他一脚，还在这骚，不知道骚些什么玩意儿呢。打不死，干啥呢？这都鳄鱼能打死？好像可以双杀。要无敌。可以往下走，马头一开，你杀人我致命，好吧，把你清一波。你他妈挺猖狂，你大爷的，我给你一脚。哎呀，区区这么低呢，这一脚差一点升级。快，我去作战吧。不知道齐亚娜会不会打小狼啊？不管他打不打小龙，下路我是杀定了。刷一下上半段，哎呦我这人这个多呀，一万个人。别放口，还白给个峡谷先分，我操！你干嘛呀？你好奇怪哦。你他奶奶的！死亡之上，正在逼近。
行吧。拆了得了。把二塔也拆了吧，不拆白不拆呀，兄弟。这可没法丢哟。不知道装什么杯子，这有什么好装的？我靠，这小兵！哎呀，有个坑没划拉走，给我下当了。小龙对面拿了。战争既是永恒。下路的好人扫一下，驾！耶嘿！我杀你吧！真可以闪现啊！谢谢迷路不问归途。辛德拉不推中吗？我来啦，我在反蹲呐。你搁这跟我碰个啥呢？战争既是永恒。Hello。疾跑狼头一开，
电路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不敢吹你？给你牛的！我这叫分离者人吧。来吧，自言自力加本奖。派我去作战吧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面对死亡，把中路塔拔了吧。小龙呢？我从不休息。驾！又是你，又是你。你们去拿龙，我去上边，我们双开，双线操作。什么马？银马？听一圈野，算了，不听。皮草一开，驾！耶哈！漂亮！干啥呢？谢谢。明白，你是觉得我不真不敢吹你是吧？你他奶奶的！我一脚给你
还跑过来抢我的野啊。为什么要一身血在我面前晃？换鳄鱼，猛啊鳄鱼，回来吧你！鳄鱼总是能感受到谁的这个凯旋。停，德拉斯，停。你就值钱吧你啊，你让你不扑克我是吗？是不扑克我？你等我出来的啊，等我回趟家，我们等一会儿出来就找他。这个泽拉斯，今天这个泽拉斯5-8，他不5-18，我就不叫蓝电汉。他今天没有个5-18，肯定是不行。出个蟹手加15，我们可以1v5。别我看见了，他现在从地图上任何一个位置出现，那这个人就已经死了。一把，5秒钟复活，闪现还交了，好，5 4 3 2 1，我的掠食者比他复活快。回去把蓝打了。这波不杀他，这波有个免费的血量啊。下波再杀你。他出了个钉，记住啊，他出了个钉，记住他这个钉。
德拉斯别从我的视野里边出现。小地图里边他只要露那么一小个头，对不起，死了。小地图露那么一点点头就已经死了。战争驾驭我说没说过你别露头，我说没说过啊？为啥银马这个梯是这样式的呀？说没说过别露头？我说没说过？我切！还有个钩，没事。有事。下边他就没兵了，给我 A。把他鞋卖了。为啥不大龙结束一波呀？卡萨能翻吗？翻个屁！还翻呢？他翻个屁！你们大龙，我去倒团。我狼头一开，吃我的龙！驾驭！你大爷！我说没说过别让我看见你？不太对劲。Shut down. 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我这装备都一比五不了吗？那人马也太低级了。很夜没用，我刚想用的时候他已经打没了。我刚才想用的时候已经不对劲了。没水了，宝。我说没说过别出现在我面前，我说没说，我说没，我说没说，我问问你，我说没说，我说没说。打个大龙吧。杀人，这样他们就抢不了龙了。
把人都杀了，这样就抢不了龙了。我不是一个人啊，暗影正在逼近，他出钉了吗？我操，他居然能把钉给憋出来，他一直死，他居然能把钉给憋出来，不可思议。我说没说，我说没说，我说没说，还闪现，还闪现。我本不想推他，没办法，队友非得想推了，那就推了吧。改名吧，我以后就叫彭于晏呢，还是叫刘德华呢？